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各位听众好，我们本期的主题是青春的故事。大学四年就像一场梦，梦里有苦也有甜。这四年里，我们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我们在成长，在蜕变，如今又要各奔东西。在竹院的日子，有很多很多都值得留念。我是本期主播雨林，我是可兰。哇哦！怎样啊？招待着他的这一天，简单请用一下。那要不我哎，不用不用不用，开心开心，原来你俩是室友啊。你好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木西，他是导演。哎，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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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副导演兼服装化妆道具剧务的。哎，我们接着拍啊，接着拍接着拍。Action。 大学四年就像一场梦，梦里有苦也有甜。点一点啊。在竹院的日子，有很多很多都值得留念。再嗲一点啊！大家好，我是可兰。你能不能再嗲一点啊？犯贱你！姐不干了，你爱找谁拍找谁拍去。要不你答应请我吃两个包间三顿绿茶，一整群早饭，谁来拍这片？谁来拍这片？带你剧组，给我滚！不是我，不能，他这你不滚，我滚！哎。导演，你摊上大事了。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卓越讲座系列。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是你摊上大事。这句短语通常应于下列情景中：一，当贪污腐败现象发生时；二，当小朋友拿个橡皮筋做弹弓子打碎了自己家玻璃时；三，当杜凌霄惹毛了他女朋友可兰时。谁呢？问你个事儿呗。看我这片儿能拍不？其实就一纪录片，特别简单。谁同学？忘问了，你是哪个专业的来着？我是外加 X 的日语加管理双专业。哎呀，你看，太巧了！我跟你说，我也会点日语。你看，比如说什么，纳尼？卡哇伊呀大哟。哎呀，导演你太有才了，没看出来你还会日语啊。哎，你这词儿都是哪学来的？也教我两句呗，显挺有专业。真毒，你想到。哎呀，你看看，你就帮个忙吧，就我现在做个小成本影片真心不容易啊。哎，导演，那我就得打断你一下了。那我觉着这其实不是什么小成本的问题，对不对？主要是导演的问题啊。那我觉着身为导演，人就得机灵，有想法。你看，你还得专业啊，专业。你看，耐克要买成豆，专业。你看，就像我这样，我专业。那你
你们稍等一下，我化化妆，换换衣服，一会儿就好。你要化妆吗？我来帮你化啊，我来，我最专业的。哎，你化真多呀、啊！不用不用，也就两小时的事。你还掉了。啥啥？俩小时？小眼啊，那我觉得话要是不多的话，这两个小时可就不好过了。是啊。导演，我饿了。给常健打电话，来四份葱油拌面。我不吃了。横给我省钱。连吃三天了呀，导演。啥？我告诉你，我现在还一肚子气呢。就你。上次我就要一个高端洋气上档次的背景，你就给我拿一个这，你家祖传龙袍是不是？哎，你还好意思笑呢你？我上次就让你给我打个灯，你就给我拿一个这。哎，问你还敢不敢把你家别的家用电器一起给我带来？也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必须要做出点名堂来。不是请不到受访者吗？那给我去找啊！副导演，在。灯光，在。道具，在。化妆，在。摄像，在。还有剧务，在。告诉你们，带上设备，先随便采访几个主任同学去。我把丑话说到前面。今天不成功变成人，请不到受访者，哼，葱油拌面也没了。好，听明白没有？明白了，明白。出发。同学，请问你幸福吗？你们这个会播出去吗？当然，这将是主院影响力最广泛的一部纪录片。请问你幸福吗？还行，我觉得大学四年挺跌宕起伏的。哎。你们这个就算播出去了会有人看吗？就算有人看，他们会在意我这个龙套吗？这个就算他们在意我这个龙套，他们知道我是谁吗？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同学，请问您幸福吗？能帮我打马赛克吗？好，副导打马赛克。马赛克小马啊，赶紧到导演这儿找你有事，快点啊，快点。我觉得我不幸福，因为我室友老打呼噜。打码了吗？放心，妥妥的，已经在打。同学，请问您在主院的生活幸福吗？这个是当然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名校。同学，请问你幸福吗？这个要播出去吗？啊，是是是，要播。真的要播出去吗？当然啊，那我说实话，你可不要和谐我啊！哎呀，当然不会，怎么能和谐你？是不是？我们这是最真实的纪录片啊！说，那好吧，首先，就是这么回事吧。咋了？你说这会儿杨校长走了，我本来想采访采访他，现在连手都握不上，这什么事儿？哎，没事。咱们先拍着啊，拍照先。哎呀，去，烦着呢。啊，三、二、一。哎，导演，心情是不是好一点了？今天能不吃沙县吗？成吧，那咱俩去方便吃个米线吧。出。哎，咱们出。什么性质？吃啥？吃一米线。哎，别。好 ，Action！ 哎，同学，请问你觉得幸福吗？自从搬到西西之后，我就特别想念这个米线的味道。现在又能吃到这个米线了，我觉得挺幸福的。好，看，我看怎么样这个？哎，同学，啊，怎么了？那个关机了吗？啊，对呀，关了。哎，你妈，你不早说呀、啊！你真是。这什么人？这是？方你们是要采访我吗？啊，是的。火了！哎，那同学，你冷静一下，我们这是，哎，同学，重来啊！好 ，Action！ 同学，请问您幸福吗？哦，当然幸福了！你们都采访我，马上就要火了，能不幸福吗？其实我觉得幸福应该是有平淡的幸福，尤其在这样一个重口的世界里。好，谢谢大家。这导演，又咋了？哎，你说咱们这片里面妹子太少了，这票房根本上不去呀、啊！导演，
你要啥样的我给你去找呗。哎，这个嘛，找个正常点就行吧。正常点的？对啊。导演，你在主院这几年见过正常妹子吗？没事啊。这样吧，我点几个主院知名的女生，你去给我找来，这样可以了吧？知名女生，我想想，你比如说，什么熊妹妹啊，什么小丹妹子啊，什么姚姐啊，是不是？姚姐，我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个人？这名字好出奇啊！哎，算了算了算了，无所谓，反正明星效应，他肯定火一把。同学，请问你幸福吗？幸福呀，今天午觉睡了一半就被你们这个看起来就好厉害的剧组请过来演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角色，而且台词这么长我还记不住啊，当然幸福了。好了吗？哎，导演，我能说句话吗？说吧。导演，本来你这纪录片就没啥收视率，刚才这段播出去，哎，就更别指望了。你说老子不就想拍一个毕业纪录片，给这四年一个交代吗？怎么就没人放心上呢？导演，别气馁了，我相信奇迹，你相信吗？信啊，有毛用？算了，再拍一条，等会儿吃吧。又是3块钱的葱油拌面啊！我说，要不说你这人真没品。咱今天吃花生酱拌面。哎，花生酱。哎，导演。那边漂亮没走，我给你拿。哎，植寿，放下他，让我来。杜凌霄，你都挂科了，好意思在这转悠啊？自习去。这就是奇迹吗？我操！啊，各位同学，我们又见面，欢迎再次收看卓越讲座。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是：卧槽。卧槽是一种处世哲学。一槽的草料要比逐鹿整个草原更现实。无论你想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先活下来。当然，作为一种流行用语，这个短语也通常被应用在下列场景中：一，上张震岳的数分课你迟到了，被要求道歉的时候；二，你把张震岳的数分退了，选了微积分却被9岁的小朋友鄙视智商的时候；三，考试周已经迫在眉睫，却发现还有好多听写文章没有看的时候。方老师，您看您在主院也教了这么多年荣誉课了，那么您觉得幸福吗？我不幸福，我姓方。好，停。哎，你们看看怎么样？对着镜头讲话还是挺紧张的。方老师，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都是最专业的。对对。是吗？用这卡片机拍视频。还挺有创意的。哎呀，没办法，我们这不没钱嘛。不过，哎呀，你无所谓呀，能用就行呗。对对对对对，相比于画面质量来说，我们更注重影片的内涵。内涵真多。王老师，要不就这么过了吧？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的？我们再弄个花絮。毕竟我们09级是第一届荣誉课的学生，你对我们的感情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对吧？对对对，方 Sir， 就咱们就讲点实在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做最真实的。哎，是的，是的，最真实的。行，让我想想。好，来吧。好嘞。能够得到大家的青睐，我还是很开心的。不过奥巴马的 Weekly Addresses， 你还是要记得听哦。我不是了。导演，又咋了？这咱今天之前拍的还不够多啊？数量是够了，没爆点呢。爆点？啥爆点？没爆点就不能炒作，不能炒作就不能红，懂不懂啊？猪一样的。导演，那你想咋爆呢？是爆啥？用你的脑子想一想。咱再猜点奇葩人行不行？奇葩！大S年就像一场梦，梦里有苦也有甜。在主院的日子，有很多很多都值得留恋。大家好，我叫杜凌霄。杜凌霄同学，你作为诸葛仁学院09级奇葩中的奇葩，能给我们讲讲你的大学生活吗？我的大学生活，混呗。我这人没什么特别小，
不过平心而论，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或事儿，还真就能做出来。当然，有的事儿压根儿就没做成过。不过我觉得能去做，就算是一种成果了吧。我这人其实挺特立独行的。刚进学校那阵儿，我还真立下不少雄心壮志呢。哎，立下什么雄心壮志啊？哎，又在这少女时代，忍得太饥渴了。我靠！哎，我说，工科的漂亮妹子都跑你们控制去了，你能体会到我们的伤痛？你们这群猥琐男，每天都聊这种低俗的话题。哟，高帅富，不聊些猥琐呢，怎么说是主院的呢？好吧，话说你们都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哇，只要是女的都喜欢。我天，这够重口的。我跟你们说，我找妹子就一原则，坚决不找普通青年。姐不干了。果然，我梦想成真了。大神也是你室友啊？啊。我成天抄作业，终于有一天，听我月经了没？早交了，抄的讲神的，是不是今天出分？哎，你看大神电话，喂，小学生，啥事啊？肖仔，那课出分了。晚了吧？我挂了。本年度朱可桢学院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是学神蒋雨林。没想到挂了一科还能拿一奖，谢谢大家。另一位获得者是学姐甄可兰。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就想说，那谁，你要下期再连三奖都拿不了，咱俩就甭谈了。哎，从那天开始，我才发现，我就是一学渣。啊。高二，惨，太惨了。高二，放了，放了，放了，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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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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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哎，你们这不叫我，就哎，你吃饭。啊，我们干什么了？不上节目，很好，很好，票房绝对的。现在观众泪点都低。嗯。怎么演呢？掉了。哎，声音还好呀。关了，关了，关了，给我。化妆，你能专业点吗？都开拍了，别黏着不走，行不行？马上好，马上好啊。大家好，我叫沈怡。准备好了吗？可以。好 ，Action！ 大家好，我是蒋雨林。听说你被大家称为主院的女神。我不是学生，我不是女神。大学四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应该是在广播台做节目吧，可以跟知音人一起分享自己的音乐心情。应该是听广播台的音乐节目吧，有个叫雨林的 DJ， 他播的歌都是我最喜欢听的。那感情方面的经历呢？也尝试过去交往，但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我只能说这个效应太大了。你相信缘分吗？不知道。知道。现在还是在为未来打拼吧，没有想太多。如果能遇到，那当然最好了。那你毕业后的打算是什么呢？出国吧，去美国。工作吧，去上海。导演你呢？毕业后什么打算？不知道呢。哎，怎么会不知道呢？因为。孙子，快来中路！来了。哎，上啊！我上啊！上上上上！啊，是。哎，你怎么不上啊？你别穿塔呀！放技能啊！我靠，死了！我靠，你不穿塔你能死啊？导演，你不是申请出国了吗？呵呵，这破 Gmail 又上去，搞什么呀？肖仔，你还要听个美术？
高帅傅你呢？嗯？啊 ，UNC 昨天给 offer 了，不过不太想去了。哎，出了出了 ！Congratulations， but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巨蟹啊，你信吗？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收看卓越讲座。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尼玛。尼玛在藏语中意为太阳。尼玛县位于西藏北部，总面积150,000平方公里，日照充足，多雨雪，而且畜牧资源极为丰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这样使用：第一种，啊，说好的开根号诚实呢？第二种，尼玛，大鸡腿怎么又涨价了？第三种，尼玛，老子4年过得这么痛快啊！班长让咱们后天交课题报告。开题报告，后天。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成功不是看什么机缘巧合，而是看你对自己的人生负不负责。我很后悔，不过后悔也来不及了。Deadline 就是后天。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可是无死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盲目，犹豫，迷茫，彷徨，一定会有，但我们要懂得随遇而安。有时候我也担心，忧虑，甚至恐惧。人与人的分离，
气流涌的一首词。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有时我也常常想，一旦我们各奔东西，天涯一方，我们都已经成为对方的过去式。那么你要如何回忆我？各位同学大家好，朱越讲座又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要如何回忆我。小蚂蚁找不到回家的路，可着急了，恰巧看到他的朋友经过，他大喊一声，嘿哥们儿，你要如何回忆我？他的朋友反问道，带着笑或是很沉默。我们在这儿还很严肃的戏呢，你乱入干什么啊？坐坐坐，这段交给我拍。干嘛啊，高中赶上、哎、你拍人生。好了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导演到饭点了，我要吃华人酱拌面。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你这毕业照还有多久才能好啊？哎呀，马上马上啊！哎呀，不要说呀！哎呀，你说我就出国了？嗯，上海有公司给了个 offer， 还挺不错的。你呢？我明天去面试。你不跟他一个城市吗？应该不会了。你不放心，除了我，谁还能凑合？哎，别急，哎呀，专业的，但是你们一说呀，我也紧张。哎，怎么这么高呀？干啥？哎呀，不好意思啊，再开一下。哎，好清楚啊，哎。哎，我们还没来呢，你怎么就开始拍了？哎，你来了。过来。嗯。好，咔，副导演，在这儿加个未完待续啊。杜凌霄，请跟我来。亲爱的，送给你的。亲爱的，还有角吗？没了，我跟你讲，今天刚杀青，你看。什么？你都不给我留一个？哦，哎哎，这儿这儿加个未完待续啊。还未完待续？有吗？没完了，拍几个开放式结局，让观众自己看着办去吧。杀青。Thank you.